便当改造赛，高级评价都难办，师傅伤脑筋，就怕面子被丢在地上踩。不能说高级，然后还输，那真的很丢脸，真的很丢脸。那我就不好说了。对你的生意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没有条件，因为你叫不到。这个算可以吃东西吗？那吃太阳饼 OK 吗？当然不可能啊。很多人去一个血血掉在车上之后，就算了。师傅。我拿到评价很惨的，你惨。我跟你说，吴师傅大显身手了，他最后评价是真的比较简单。对，哇，好高级呀！你这个不好改，不好改啊！我觉得这个怎么改可以比他更高级？对啊，对啊。但是评价里面的招牌，这个便当我最爱。哇，漂亮哎！年下春，外带料理大乱斗，食材盲选，天堂地狱一线间。呀，好普通啊！好多盒啊！吴师傅，命运改变了。那连高丽菜都用盒子装，我不是评价了。如果看到塑胶袋的话，应该就塑胶袋就有。哎呦，一盒一盒的，没有这样哎。难怪刚刚邱勇笑不出来。你也不要这样想啊，你要这可以做出豪华版的话，你不得了。小黑豆一样，对，而且我老婆就叫萱萱。《型男大主厨》高级 PK 平价食材，免下车外带料理改造赛。好，还是一样哦，这种一气呵成的感觉真好。先问好啊，好的好的。欢迎准时回到我们这个色香味俱全的型男大主厨。这型男十五周年，我们特别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一个月啊，为期一个月。一个月，看到了我们的，谢谢这个西华锅具啊，特别跟我们联名，联名锅具，对，联名啊，所以这个我们有几集人都会一次整套整套的送，要感谢大家十五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于是乎回馈粉丝，这五款呢联名的锅具套组呢，还有优惠活动，麻烦上我们的型男大主厨的粉丝专业，哎，就能知道了。那来，马上欢迎我们两位特别来宾的，欢迎何敏、哈秀云。我们这红男绿女啊，哈，我们今天呢一起两位今天是非常的显眼，特别适合去买的东西。对，我们今天是高级 PK 的平价食材啊。对，免下车你都下，你这哦，就德来素的概念。对，麦当劳。对，疫情的关系，很多饭店或者都加入这个行列。对，德来素。对，直接你开车过去，你就打个电话，他就把你送上。对，你一个人下车就不用加。然后第一阶段就是外卖改造赛，来，我们今天是火锅啊。哎呦，火锅也能外卖嘛？来，九营。眼前看到这是一样，一个是平价，一个是你知道高级，高级哦，就是再 upgrade 上去。我们还要求你要改造什么样的菜啊？不是你自由发挥。我们两边先派代表，我们先出来猜拳。好，我来，因为我去每次都平价，可是我也是平价的。你看我这样才是平价。来，剪刀石头布，你先选，不一定，我要选哪一个？黑的是不是？小心哦！小心，你没有看，慢慢来。老板，你就要辛苦一点了。他们的概念一直以为说大箱的就会是比较不是那么高级的，小箱就是高级的，但是他们会混弄的嘛，他们会弄来弄去。我好期待带出来是平价，看一下这边。这算高级还算平价？打开看，因为我之前抽过的经验是平的，应该就是平价了。如果看到塑胶袋的话，应该就塑胶袋就有。哎呦，小火锅那种吗？这应该是什么？它没有便当盒。今天是拿去买火锅回来嘛？今天是火锅买的。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啊？大家非常熟悉，在巷口很常有这家店。这不是餐厅，也不是饭店，因为它比较平价一点，所以我们给了你们两份。啊哦，这是我拿的，这个拿到平价，这个还不是平价，不是加量。看，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什么？这个包装看起来好普通啊！哇，这盒子怎么这么普通的牛肉啊？有牛有鸡有猪吗？哇，怎么会这么无聊？还有培根猪啊！哇，好多盒啊！哇，吴师傅，我的命运改变了。那连高丽菜都用盒子装，我不去拿就是对的。阿罗马崩了，一碗卤肉饭，哇塞！这一碗卤肉饭不够这个笑脸吃吧？没关系，大家。我第一次摸到这种盒子的呢。
这真的不错了。你不要这样，你看起来真的好傻，真的真的好像都在用平价。你没有看过这种盒子吗？没有哎，有一点偏呷哺呷哺。对，哇，它的特色就是别的没有，我就是肉多。指定外卖改造菜，姜。什么？椒麻料理，椒麻椒麻料理，四川风味椒麻料理。两边的工人请上菜盘。椒麻的意思就对了。来，两边请注意，特训一分钟。啊，连葱也没有了。那个特训一分钟是我想开始才开始，先不要开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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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少拿到那么多料。幸运幸运，有点慌啊，慌，我能够理解。好的，一分钟计时开始。然后用油酱油拌在一起，然后把蛋酱，反正就是一个蛋水。哎，这个然后拨一点过来，把里面加高丽菜切成。哎，张秀梅心都这个后面再烫，烫完之后放切回去。我想要做一个像那个凉面黄，煎豆料，双面黄。我用一般的油就好还是？用直接用，那我就用那个这个，就红油跟那个豆瓣油去煎嘛。所以这个我用香油去煸，煎完之后，这个跟这个来煎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拍一拍就拿来上。好的，直接到，不是我先停啦。哦，我们先报上菜名啊，菜名最难，先从陈哥这边开始。哎，好，我的菜名叫做椒麻什锦烩饭。哈。我是有错觉，我觉得好弱，肉只有这么多，肉只有一丁点，这可以 focus, 你们肉多一盒一盒的，我们是这样的，难怪刚刚邱勇笑不出来。你也不要这样想啊，你要是这可以做出豪华版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就对你说的对，对，我们就把这些嬉皮笑脸的做成年夜饭。吴师傅这边，我们菜名是椒麻两面黄。那你这边的卤肉饭就没有要用了，卤肉饭也会做一个拌饭在旁边。要求就两次哦，一次30秒，好，十分钟计时开始。我这边的菜，我几乎怀疑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随便切了些碎的。这个是乱切，没有啦，没有，它这个就是一份啦，那就一份，这一份会有两份。怀疑我们啊？你这里面是大肠臭臭锅跟海鲜豆腐锅，哎，对啊，哎，这两个口味是大家必点的，哎，海陆哎，海陆哎。你把高丽菜也切了，里面绿色的叶菜的也切了，这些要干嘛呢？做菜饭。做菜饭。对。哦，啊，做菜饭。太糗了。要吵架呀！居然出了个评价脸，臭成这样子。啊，这些。对不起呀、啊。这时候笑不出来了，你。因为陈哥长期以来用的高档食材用太多了。对呀、啊。真的。他有时候这种情绪上的转移，吼，主持人因为脸臭，但尽量不要影响到来宾，好不好？和美看球，不好意思，对，我很少看和美笑出来。你最棒的就是你的笑容，是我抽到不好得，压力，反而压力很大。压力好大，是你说的，那你压力很大。不会啦，搞不好做的比较好吃也不一定。真的吗？来，我们去看一下那边比较丰盛的那边，好不好？不要，哎，不要看臭脸的，来看这边来。哎呀，我们这边肉好多，用不完怎么办啊？太过分，其实可以给我们一点，给我们。你要哪一种？你说，我送你一个，送你一个，你选一个。真的假的？真的啊？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来一个，梅花肉。好，来，梅花怎么样？哇，我们刚好也要用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肉了，没有肉了。天哪！素食糕有肉。阿伟，你平常这段时间你有叫外卖吗？我其实还好，都我老婆在做饭，真的哦。疫情期间也都是接几乎，我老婆她就是从完全不会煮菜，然后上次来上了一次以后，她就对烹饪有兴趣了。难怪我觉得你销售不少，真的有对不对？对，真的有。哇塞，你知道我那个哇塞，算了，先不说了，接下来要做什么？不跟你讲太细。帮我拿个盘子。好。但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精神好很多，精神抖擞。有瘦了大概两个月，瘦了差不多15-16公斤。哇哇，你老婆那么会煮菜、啊？对啊。但现在开始外景又开始了吧？对。对，外景又开始。那外景开始要恢复原来样子。对。对啊，还是叫我老婆多做一点。哎，有没有求救？可以耶。反正大小，来大声念出来。召唤师傅30秒。好的。吴师傅请就位，准备好了没？好了，好了。好，30秒计时开始。哦，这边真的是用4种肉下去的。对。因为口感不一样啊，反正有了就把它用了。你们用可能变蒙古烤肉，其实类似，因为我的做法有点像蒙古烤肉的方式，就是肉类啦、蔬菜啦，因为有五花肉，它有一些油脂在。对对对。哦，我师傅。
我油锅撤掉哦。油锅撤掉，油锅不要用。等一下，帮我放水锅过来，因为要煮面跟那个做凉面黄。哦哦。这边设计比较麻烦一点。5秒。哎，时间就那么快哦。好，停，时间到。好，来，我们先请各位。哎，我接手，很难得接手了。哎，很难得这样做不完的，真的。我们要看一下悲惨的那边，咱们看下对面。刀麻有沙茶味吗？随便你，你只要吃起来有椒麻就好。对，只要有椒麻。你就烫个青菜有椒麻味也是，翻倍也可以做椒麻。我们青菜直接椒麻青菜，哎，这个就有点开玩笑了。太棒了，我觉得你现在把时间抓紧，要不要召唤一下？对啊，对面已经救一次，召唤一下，召唤师傅30秒，快多做，请就位，多做一点，30秒计时开始。做多也是蛮不太可能的，前面先做一个蛋酥，那等下这边酱完了以后来炒饭。好，这边对啊，给我双筷子啊，给我双筷子，筷子没有半圆哦。你这个花椒也混太多时间了吧？对啊，太久，然后把它煸到都没有泡泡。好，然后过滤起来以后炸那个臭豆腐。好，然后这边这个臭豆腐炸完以后来做烩汁，小黄瓜切成跟这个臭豆腐差不多大。好，然后肉把它切成小丁，好，或者是小片状，跟炒饭的一起炒。好，那我这边大家继续拌，薄一点。好，饭切滚刀块。好像要滚刀，也可以，就不要太大就好，不要太大。好，很好，很好。好，接手，来，各位人请接手。好，我把它倒起来，好不好？来，可以来倒。用那个锅子再炸臭豆腐。好，这个蛋酥炸的蛮好。啊，这个怎么办？我们怎么希望说厨房啊，有一些锅气啦，对不对？做菜人动作快一点啊，不要这边推桶子啊，这么移来移去，不知道谁推桶子。我们现在就先收集好，你要收集桶子。他没那么好搞，他就看一下，摸一下，这边切一下，弄一下，然后那花椒也不太理他，要不要再召唤一次？对啊，考虑一下，他可以再一次嘛，对不对？对对，来，你们先过去。有人叫人家滚，叫人家滚。何美，你要不要一起过来？他叫你滚。赶快背啊！你来不及了啊！来看对面，好像你在算你做这个使命必达，但你在家里太太出来你会帮忙吗？所以你不是有炼油吗？什么东西？完全不会帮忙，完全不会，因为我真的就是，因为我只会切嘛。哦，那我切的又慢，他就说啊，你走开啊，走开，你们家厨房大吗？我们家厨房不大，大概就是我一样，对对对，而且我老婆就叫萱萱，好可怕，这么巧，好可怕，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压力很大。压力好大，吴师傅已经召唤30秒了吗？要救了是不是？想说，这个不知不觉损臭呢哈，啊不，现在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拿不出来，我剩损臭呢，就垃圾 ，OK。没力扛哎，好，要不要再召唤30秒？好了，真的来不及。好，来板子，我来，你感觉大家都在等这一刻。啊，终于有事做，召唤师傅30秒，就料多真的很麻烦啊，不要说做的人，你看人都觉得麻烦。对啊，你看他跟着刚炒肉，这刚才内幕也看过了，对不对？他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师傅，这个会走比较不一样一点。你基本上就是两道菜，两个味道，一个是饭的，一个是那个面的。啊，等一下，那个我们的椒麻油会直接淋，两边都淋一样，都淋。很辣不快。然后等下饭放上去吗？等下饭放进去。好，饭放进去，油麻放进去。对。好，把饭开松开，胡椒粉酱油。好，停，时间到。好，哇。那个吴师傅来，我们一起到对面去走走。好，好不好？再不去，陈要哭了。来，看一下对面。好，求救，来，板子拿起来。好，预备，请召唤师傅30秒。好，30秒计时开始。哎呦，人都还没到位。我可以这样，你们就很奇怪。再给你3秒好不好？10秒了，不要这样子了。对呀，协调，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刚才看到套餐被 saving 掉，全部位，哦，人都还没搞嘞。好像，对啊，一下难点朋友。蒜加在饭里面，还有姜吗？姜来这边，在哪里？姜。那个蒜最后再加，一点点酱油，不用太多，酱油，一点点，因为它有点味道，叫白胡椒。有酱。好，我这边做那个烩汁，烩汁然后用辣豆瓣。酱油白胡椒。酱油白胡椒，蒜要先下吗？最后要起锅前。好。10秒。然后我这边等一下其他料我要进来。6、5、4。辣豆瓣进来炒一炒，然后加高汤。好，停，辣豆瓣在哪里？一包。好啦，
这个年轻人，时间到了，交代好了。我跟你说，有这个豆瓣酱差很多。对，他们味道就差很多了，香气就有了。等一下，看对面，可是已经椒麻味哦。好，饭炒好了，吴师傅现在好了，对不对？然后加点辣椒油，等一下。那个节约碗工啊，尽可能动起来哈，现在不是抢救哈，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摆盘了，要摆盘要摆盘，好了好了，对对对，准备好了吗？火锅外卖赛，然后椒麻料理，时间到，来吧，吴师傅啊，吴师傅啊，再小一点，吴师傅啊，你觉得难不难？我觉得啊，以后我要评价好了啦。太多东西了，真是不好选。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脑子就一直想说啊，那这个要不要再丢进来？那个要不要再不放可惜，太多选择了。所以到底麻雀有没有办法变凤凰呢？麻雀哦，只要两边一上桌就知道，这次吴师傅他会赢还是输。来，我们上桌。好的，哦，最主要是以椒麻来评分。我们再试试看，你们建议我们先吃哪一个？哦，那你们觉得？我看命运的安排，这样子。我们的山海会其实是经得起考验，先吃高级的来了。好，好不好？先吃高级，我的干嘛嘞？哎，两面黄是主梗嘛，哈。啊，一个两面黄，然后发现到我们还附了一碗卤肉饭。哦，那就不要浪费，干脆一起用一下。啊，因为我们肉还蛮多，我们肉还分你们梅花肉嘛。好了，试试看，真功夺胜这边的，看能不能吃出一点什么趣味来。我们以为是板豆腐，结果是臭豆腐。哦，臭豆腐啊，一个臭臭锅嘛，一个是沙茶口味。可以了。好紧张哦。准备举牌，第一阶段椒麻料理，有没有输赢呢？准备，一、二、三，举牌。凭什么？凭什么？我，哎呦，詹姆士。詹姆士，你压轴好不好？那个，这宝宝师傅来，你先来。吴师傅这边呢，是我吃到第一口的面啊，它就有一点椒麻的香气。哦，瞬间的。再来就是不用邀功，它的肉啊，它的椒麻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说我就把票投在这里。啊，既然我们的椒麻味道不明显，为什么詹姆士会投给我们？对呀，为什么呢？詹姆士，为什么？为什么？这边明显的油脂是从蛋酥那边补过来的。嗯。你可以吃到一个油脂香，然后吃到嘴巴里，我到现在嘴巴在咀嚼结束，我嘴巴甚至还有一些椒麻香，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对味的。那这边觉得好吃，但是偏高级，它不太像是椒麻味的感觉啊，太高级， Sorry, 太高级了。他们比较椒麻平民化了，他们那就平手了。站着平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 Part Two 准备要开车去外带便当是吧？对。开车去有高级跟平价的，高级的去到饭店的时候，饭店的那种专业人员穿的一身体面，要帮你服务下来送给你。开车去到是比较平价的，他可能没有穿的像饭店一样，但他非常亲切的，你确定会非常亲切，两边都会非常。给你们给你们老板娘自己会送出来，哦，对不对？你饭店老板娘怎么可能送出来？专业服务评价一直看着我呢。哦，没有没有没有，你误会了，我是在看高花校园那边。哦，对对对。哦，来两边猜选，加油加油啊！好了，我来，剪刀石头布，漂亮！来，请抽签，直接揭晓你的就好。好紧张。军品对不对？大声拉出来。啊！哇！外带便当，高级饭店的外带便当。我就想说，我脑壳两集都是那个。吴师傅，我终于回归到我们的评价了。回归正，我拿到评价，你惨了，您惨了。我跟你说，吴师傅要大显身手的，他最后做评价是真的比较简单。对，他最评价，吴师傅超评价的。两边来，我们准备了，出发，拿便当。高级是不是？还好吧。Oh my god！ 平常我们就是要就是跟大家一起评价美食，评价便当。吃饱温存就好了，这是高级的东西吧？什么东西？如果说高级，然后还输，那真的很丢脸，就要被抽脸，那我就不好说了。那这次呢，我底下的计划就是，我想要开车。你要开车？我想开，你觉得确实会让我开吗？不知道他车品好不好，因为看起来他脾气很好。他没有，没在抽用，我就住在那边。想啊，你的车？那我们先上车。不好意思，我要上。拜拜，我要上高级车喽。我很期待坐吴师傅的车，他看起来就是个快车手。好烦啊你 ！Everybody，
我开出来了。哎，我开啊，干嘛？你要开？我开啊。你在开玩笑啊？真的啊？你真的要开？真的。你愿意拿吗？还是这样好了。马上被拒绝，怎么这样子？啊，我们要去哪里？南港区，南港区中坡北路，中坡南路3号。我们要去的地址是乐群2路50号，这样有导航吗？有啊。乐群2路50号。乐群2路。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坐上的车是我们型男无敌手吴师傅的车。掌声鼓励！你有轿车哈？有啦啊，这台车很棒呢。行男没有录影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兼差啊。真的假的？啊，有时候你看人家跑，会不会叫到我的车？去坐你的车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没有条件，因为你叫不到。只有师傅做得到。你看起来脾气很好，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会不会变一个人？也是会啦，然后可能不小心骂脏话，因为港仇吗？对，是会的，因为你也知道太多三宝在路上面跑来跑去的，对啊，所以不是很好。在开车的路上特别要注意什么？就是注意安全啊，自己要安全，然后行车安全。你看那个前面都在超车，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超车。哎呀，那我们要打方向灯啊，要打方向灯，对对对，打方向灯很重要。喜欢开车还是喜欢坐车？哦，如果你喜欢坐车，我马上可以换了。开车吧，你上架，马上。所以我蛮爱开车的。哦，对对对。哦，那我害怕，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喜欢开车吗？我其实我蛮喜欢开车的，我喜欢到处乱跑。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是我有史以来憋最久的时候。对啊，车上可以吃东西吗？其实没有太巧，可是你一定要清干净，不能掉。对，那吃太阳饼 OK 吗？当然不可能啊！谢谢。你在吃烧饼，对不对？真的很过分。我真的去台中，然后老婆很想要吃太阳饼。那我可能回来会去洗车，对，就是我会拿吸尘器把它给吸干净。你开车是比较像男生啊？我觉得我有路怒症。有。你没有吗？很少啊，通常都是。吴先生。我是你老婆激怒我，你知道吗？鳗鱼便当吧，为什么？它的味道都完完全全卤在里面。对啊，你要怎么改啊？对啊，我要怎么改？我真的没有概念。那你许愿好了，你希望可以拿到什么？海鲜冻好了啦。海鲜冻，海鲜冻很难变吧？海鲜冻你可以做成什么豆腐堡之类的吗？哦，对，加热之后，或者是什么烩三鲜啊？哎，到了，铁路便当。好啊。老板娘。我们有订便当，准备好，立刻准备好了，辛苦你了，还好，来，我跟你讲，里面有菜单，有收据在旁边，好，他看怎么样再跟我们说，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去哦，去哦，拜拜。到了，我们到了，这么高级的地方哦，是美福大饭店呢，哇塞。我们订了两个便当。好，我现在就帮你拿出来。谢谢，免下车高级的服务。Oh my god！ 太厉害了吧？怎么那么厉害？看一下，好高级哦。真的嘞。而且现在外面大暴雨。对啊。如果是我真的愿意这样子来，就开车出来。是明定的外带餐盒才。哇！谢谢。耶！ Yeah, 拿到外带餐盒了，我现在就把它吃完。不可以这样，我等下做菜的。好了。好。谢谢哦。谢谢。我跟你说，坐在副驾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开了窗，雨丁进来，窗户关起来，这边就要擦 ，OK？ 对不对？所以你是不准人家在车上吃东西的那种。可以，我在车上是可以吃东西的。哦，那 OK。哎，有的哇，车上不能吃啦，毛很多那一种。有啦，以前会。刚开始买新车的时候会。会。哦，我老婆气得要命，说这台是我的小老婆。刚开始买新车。对。但后来，直到有第一个屑屑掉在车上之后，就算了。嗯，这个我觉得开始了。哎，他对他有点 emo 吧哦，开始有点，因为红绿灯。我觉得是因为他刚刚一直在想说，等一下怎么变那个食材，然后压力很大。从他便当的那一刻，从抽到高级开始。这个雨不小哎。哦，这
而且我们吃的当然不错哈，这一集是开车的，像上次那陈哥他们骑 GoPro， 本来哇出去哇，本来评价的人只能骑机车去买，怎么可能？这也太可怜了吧！我说评价已经很可怜，观众不要觉得怎么样，没办法，就是手专门在抽评价，无敌手。你等下是不是也要切出去外面一点，然后再回转？这边应该不是，对，可是要等那边的车走完。但是他们该不会停下来吧？那就要那就差很多，非常多。谁要停下来？这台车不走啊。对呀、啊。哦哦哦哦，没事没事，哦会怕会怕。哎呀，他很想吃麦当劳。他后来决定不吃了。他还是要吃。这时候就会按喇叭，就会骂他脏话，要不是有在念。回家喽！好了，各位小姐，你胜利到了。谢谢。你要打桶边吗？我刷卡刷卡。刷卡是不是？要打桶边。哦，好。再见喽。好，谢谢。谢谢，再见喽。啊，再见，再见，好了。好了。小姐，小姐，你手机忘记了。哇，你真是好人。蛮好的。你真的是好人哎。再见，再见。你要给他五星好评。给他五星好评。我们回来了，回来了，拿我，帮你开门。一、二、三，好的，很快的，买便当回来。高级的回来了。我跟你说，大小差很多，这个价差五倍啊！哦，真的，你要这个1000有找，这个200有找，这么便宜啊！我先回到自己的料理桌前。Okay。哦，现在看看评价了，好，羞羞，好哎，哎，这家很有名，厉害不？哎，可是两个包装不一样，打开来看看，不同口味吗？对，但是评价里面的招牌，哦，你看有没有排骨真的有切，这个便当我最爱，这好好吃，它做铁路一定会叫，对，国民美食，对啊，鸡腿，卤鸡腿，哇，漂亮哎，这也好吃哎，啊，我喜欢吃这个，看一下有钱的那边啊，华姐哈。哦，好高级哦，餐盒啊，好高级哦，好适合野餐哦。原来没看到肉包如笋，我长那么大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便当哎，应该就是炖牛肉，还有烧麦，它的饭都不一样，腱子肉，嗯，哇，不同食材，姜黄饭，它的姜黄跟藜麦饭，然后旁边配的是这个应该是樱桃鸭。宜兰樱桃鸭是不是，哇，这么高级！哇，你这个不好改，不好改啊！我觉得直接摆已经很高级，换盘就好了。他这个怎么改可以比他更高级？对啊，对啊。我觉得这很难哦。两边请注意哦。我们这个既然比的是这个便当变成宴客菜，哇，你还是可以用菜盘来改，好不好？想到什么？哦，拿菜，再加特训，两分钟的油，计时开始。来，三个口味什么意思？然后呢？没有，我们要拿菜，要讲，要拿菜，一个红咖喱，一个正常咖喱，然后番茄胡椒，需要什么料吗？洋葱一颗，这样，这样你可以放，洋葱，蛋要吗？洋葱、梅子都要，蛋也要。你们那么高级，还要拿那么多菜啊？哇塞，九层塔，谢谢你。九层塔就是你要什么饼啊？你要这个饼啊？哦，我拿了 ，OK。酱料酱汁有吗？有，红色的做成红色做泡菜，洋葱把它做成薄，把它拌在一起，它的便当就这么漂亮。来，把握时间，赶快浇。切，然后把我们加另外加另外，你有在旁边，然后放，然后把放好的料放那个，不好意思，浇不是先做，放回来，切大丝。浇不是先做，放回来这样切丝就好。好，你洋葱哥，莫慌的呀，你赶紧得走啊，你。好，跟这个洋葱、番茄这边就丢进去了。这个，啊，给他给他切，切切末，切末放进去，自己用。哎，不是做，不是做，没有，我们先把它放进去，先放好了。然后这里，很大会呀，时间到啊。10分钟，比赛10分钟，中间可以抽这个是1到4可以求救一次哦。好的啊，那波浪在听啊，好不好？有，1到4可以求救，然后呢？好，嘿嘿，然后再听。10分钟计时开始，你们要做什么？我们的菜名是火车如意卷。啊，呀，我打。
火车如意卷，对，就是把这些切一切，把它卷起来下去炸，就下去做一个有点像我们台式的那个鸡卷。哦，它只是说这个饭已经吸了它原本的那个汤汁味道，都是熟的，对对对，所以把它拌进去。啊，其他料头，然后呢，鸡腿跟我们的猪排部分我就把它分开，鸡腿我就叫校友那边把它弄成丝，就是刀工呢交给卓文娟，破坏交给他校友。对对对对对，我刚才不好意思讲，我说你就是把那个拉开，他说啊不是用切的，我说你用拉的就好。阿便就会就做一个椒麻的一个开胃菜这样子，师傅不用跟走。哎哎哎，你说的对，我先过去看一下，来你先跟我过来一起看。啊，他已经有一次这样。过来。张秋勇，为什么你没有过来？我在看你少在那边演哇，现在演技都这么好。进步非常多哎，何美，你觉得他开车开得怎么样？蛮稳的。听说他在路上一直跟你介绍他的车有多好多。对，我差点买哎，投资会给他了。你的车买多久了？大概四年多。哦，那四年多还这么喜欢自己的车，代表他车是他真的很喜欢。啊，我蛮喜欢的，我车上不能有灰尘。啊，所以上面是要拖鞋上去吗？没有，真的就是连那个手边的勾勾啊，我都会把它擦干净。真的是真的，有小孩之后应该就不会这样子了。我还是。保持，我小孩不敢掉东西。不对，宝宝，对不起。哇，你的小孩子穿上打开，然后在外面这样。不会，他们会在里面吃，可是他们会很注意不要掉下来。脾气很不好，其实。孙慧晨开的什么风格啊？我啊，就是流畅嘛。屁！真的吗？对不起，我跟你讲屁。哎，对，你们这边菜名是什么？三色三味焗饭。哦。但我看你拿了椰奶，又拿了鱼露，走泰式。泰式。韩式跟西式，哦，三种三味已经很精彩，他还要把它变成这样子，真的觉得我们很闲，你知道吗？你看，现在扛不了你的师傅的。我刚刚一直跟陈文讲，陈文说，你不要再跟我讲，我听不懂。对，他说。然后讲第二遍的陈文讲说，你现在不要跟我讲，我乱了。遵照他刚刚所说的，把几个重要东西要切切切，可能大家求救。因为我刚刚找了一个料，搭配他很精彩的饭，刚好有三色饭。对啊，对，刚刚你们都看到了嘛，然后再搭配它成里面的海鲜料，待会我们试图看能不能把那三种红咖喱、红咖喱酱还有奶酱，对，做出三种不同的，然后会做一个开胃菜，这么复杂，对，酒先够吗？这边的可以，因为它还有一个海鲜嘛，那我觉得海鲜我就把它做冷拌的，像那个西式的这种沙沙酱。把它放在法国面包上面，用它现成的。对，这个就是哦，抽到高级的高级，对，明显的在这个比赛当中，只要抽到高级的，都会做两道或三道。对，然后师傅就有很多想法，然后其实执行的时候很难执行，对，真的。对啊，不求就，不要，先不要，等他备好料。我先备料。好，先去看对面。其实都不太好改哦。反正尽量就是不要让它太夸张了。师傅有越多想法嘞，学员就越辛苦。嗯嗯，这个单元也不是好的求救那一种。不好，有好就是勾勾手啦，唱歌啦，对啊，然后吹哨子啊，对啊，又要玩。可是这些都是你的强项。好，尽可能不要一直 complain 哦。哦，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只会越来越尖酸刻薄。像两万要就求救，我就把它炒料，然后拌进去，后面包制你自己要去完成。包可以。包可以，对，可以，好不好？好，要求救的，来求救，来，哎，一号是哪一个？选一号，一二三四选四号，四号，来看一下四号什么？水，先来，然后过问二，手，这边还看不到，对不对？好的，六十秒计时开始。好，来，那个洋葱帮我放进来，洋葱丝全部，整盘。我刚刚是错觉，我觉得他手都还没有勾，吴师傅已经开始勾了，没有错觉，有这样子吗？对啊，大火。啊，现在好，再大火，你不要那么靠近我，我火更大，然后呢，你帮我放进，哎，你不要，它比较长，长一点。好，你看合作无间，刀工不错，你看你有没有？那等一下那个面粉水太紧了。好了，那饭拿，饭拿，饭拿，拿饭，好，快，快，快，要多少？全部吗？全部，没有吗？再顶一下，再顶一下，再，还要，再拿着。这道菜如果做得好，它真的就是宴客的。嗯，哦，那你那边等一下要拌哦，然后这个拌进去哦。对对对，泡菜要拌多少？泡菜全下。哦，然后那个九层塔，等一下帮我过一下油。好。然后那个甜椒也帮我过一下油。好。不要让它交叉污染，好不好？啊，那个调味料饭有点酸甜这样子。那干辣椒不用吗？是。干辣椒不用了，不用了。好。二一，停，时间到。好。
然后简单调味像饭一样就好。好，咖喱粉要下。好，泡菜这么大块，要不要切一下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来，不是来，不是对面去来。好，对面，对面要切是不是？可以，可以。没有，没有，没有。求！好，来一锅子来，一二三，请问选哪一个？锅子，锅子，锅子，一，再一个，一是一，唱歌，快说，正常一点，唱歌，漂亮，漂亮，等我一下，拜托拜托，哎，我们这单元有这种哦，准备好了没？等一下，我还没，来 ，yes， 我这都抽不到，好。六十秒计时开始，保鲜膜还要开。跟我讲，这边来把那个饭倒进来。邱永昌，保鲜膜他还没开，我先加了，我这样都煮不超过了，半年半就起锅了。来，加进去，这么多啊！我已经用好了，再加一点水。啊，我这边炒，等下我会加红咖喱。水加那红咖喱，你加，那一点点哈。这边用炖饭没关系。好，我这边先炒香。好，那等一下你就拿那个成品盘，有点深度的、长的，有没有？然后一二三三个放好，把这些肉一二三排在上面，撒起丝下去烤。好，我下去。好，这主要你要做红酱，红咖喱怎么做？这边我拌一拌就好了吗？对，好，红咖喱这边进来，这边沙沙酱拌一拌，然后沙沙酱拌一拌，你把那个青花菜切小朵，把它拌进去。好，然后加一点点橄榄油。好，我加一点橄榄油。然后还有嘞，我这边，这边味道 OK 吗 ？OK 了。好，那就起来，等下放在饭那个饭里面，这三个饭，三个颜色。开不开？邱勇，我刚刚有跟那个何美讲了。何美，时间到，不是分那么紧啊。给邱勇倒完吧。你光是要倒这个椰奶，大概花了有将近10秒的时间。倒不出来，超过，倒不出来。倒而已，不能炒。好了，够了，够了。哎，人家想加干嘛阻止人家？你们高级便当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比我们高级。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可以哦。好，来看一下对面。哇。来看一下对面，这个可能100公尺左右哦，你知道吗？要开始准备助跑了吗？好了，因为它没包好会，拿几条都有几条，会脆掉。这样子要用几条？把它包起来。赶快再卷起来，你要切。我是不是用一半就好了？对啊，要切。哎，尽量不要焦哦。不要焦哦。你是要包不要焦，不用切哦。好了，已经收起来了，不用切了，来不及了。哎呀，抱不好了，来，怎么抱不好呢？真的是，我就跟你说，你不要在那边乱一直教嘛，我们都会做啊。快把它拿出来，乱教。他们时间剩下30秒，我们就看他把这个卷完之后，我们就时间到。哇，这来得及吗？不要怕，来下。卷这也是技术哦，它该放哪边啊？这个腐皮的上面还是下面啊？嗯，真的？对，当然哦，要不然你多这么多要干嘛？对不对？要快啊，不然腐皮软了之后就破咯。对，原来是热的哦。对啊，不要再吓他了啦。没关系啊。你现在包的是笑颜的体格，你知道吗？他意思说太胖了咯。哦，好。便当变成宴客菜，到底是谁赢了？来，我们上桌。好了，大家。两边的菜都已经在上面了，不，我们先从平价这边开始，好，好不好？好啊，好，试试看这边的。那我们那个麻烦就在元素太多了，反正要猜啊，高级就是这样子。开始了解你们痛苦了，哎，对不对？很多选择，嗯，火车头便当好吃，就是那个饭啊，就吸那个高丽菜汤汁啊，然后那些料头啊，料头都把它切碎放进去，单独有一只鸡腿，唯一的一只鸡腿，我们就把它当做凉拌菜来用。接下来到我们的牛的肉比较丰富的这边，先吃开胃菜，然后从白的饭开始。开胃菜是哪边？那个面包，法式面包哦，有一种白饭的感觉。我们把里面所有的蔬菜菜料，然后重新调味。其实这个已经很高级，你就拿出来把盘子排好就好了，换盘子就好了。你这个真的很高级，有个烟熏味从哪里来？熏鲑鱼，熏鲑鱼，哦，你们还有熏鲑鱼哦？有哎，也是很不幸的意外的发现，不行这样子。那我卖便当的那个老板娘看我们改成这样，她很开心。对啊，就那个饭店的主管，他弄成这样，你看，也很开心吧？也很开心。新的生命也是新的生命啊！对啊，感觉好浓郁，这样是不是？准备举牌，明天就可以把我们今天团体奖15周年的联名锅具带走。我很想要。获胜的是一、二、三，举牌。干嘛？这什么？他们赢了。先听一下杰瑞师傅来高级的哦，
就已经是一个完成品了，所以你真的认真要想把它变化的话呢，其实有难度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宴客改造嘛，那所以说在这边火车便当的话，它把它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卷呢，说真的，你在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它是一个火车便当，那吃完你就会噗噗，请讲。好，所以我就把票拖到你这边。还好阿宝，宝宝师傅不这么认为。宝宝，那我选陈哥这边呢，因为他的食材真的很多，我给他的创意，陈哥呢，他可以在短时间制作成这么多种，我觉得非常的棒，口味也真的好吃，他真的懂，真的哎，真的懂，所以说我来投这边。怎么会有人不懂呢？如果说把这边的三个不同的饭，我只是举例子，好比说你用一个模具把它变成三色，对，它是一体而不是三道菜的话，那我可能会倒向这边来。那因为你就变成是你把它拆开来变成三道菜甚至四道菜，它就不是一个整体感的感觉，就差这个而已，不然其实真的很难评，很难评啊。恭喜你们获胜，恭喜谢谢宁南十五周年的联名锅具，这一套就让你们得去了啊！耶，开心，开心。据说现在呢有生日优惠的，现在有生日优惠组，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联名锅具非常有兴趣也喜欢，可以上型男大主厨的粉丝专页就可以知道一切的详情。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辛苦的二厨，耶！谢谢何美，谢谢哈小姐，谢谢所有主厨。型男大主厨，祝所有不管高级平价的食材拥有的朋友都能够因为他们吃得很开心幸福快乐，拜拜拜拜，谢谢 Sorry， 拜拜拜拜，没关系。双厨斩绝技，狂下血本拼胜利，产品叫做月光珠宝盒，它的月光就是它整个月的薪水全部花在这个松露，这么大分量吗？你不要忘了它叫月光宝盒。它这个一定要炖到什么骨头一把，哇，这个直接挤卵上去吗？不是，这个是鹅肝酱，又是鹅肝酱，真的里面我们把它放一点点蟹膏，这边放蟹，要月光乌尼海胆，带什么海胆可以这样子吗？三五搭档骗吃骗喝，真不愧是老司机。酱料的话，如果是很浓的话，都会配个汤。哦，是吗？对，各位客人不要求太多了，师傅请。跟面包有点拉低它的酱，但是我跟你说，它的酱是完全可以抵御这个东西。OK， 会喝汤吧 ？OK， 这样可以。不行。是几个人吃啊？三个？四个？四五个人？都是对啊，就四个啊，我们有七个人。哦，最多七个。那所以这就凶兆。为什么？三份豪华是让你享宴，不要再影响大家。对对，那很抱歉，因为这像是一个禁忌的一个国食，知道吗？学哥，为什么你要说抱歉？对他们来说，你是抱歉。更多的精彩内容，请锁定《型男大主厨》。